亲爱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现在江苏苏州，我前方是苏州工业园区兴唐街，我这前方就是兴唐街。这个视频我带大家逛一下苏州工业园区最大的一家超市，就是欧尚超市。我的右边就是苏州市最大的超市欧尚超市，带大家看一看，这就是欧尚超市，欧尚商业中心，我带大家进去逛一下。这欧尚超市门口就是电动车停车场，周围的业主过来买东西都把电动车放这里。我这前面是欧尚超市的无人超市，直接扫二维码到里面拿了货，用手机付款就可以了。我这前面就是欧尚超市入口，我现在准备进去，带大家到里面去逛一下。这就是欧尚超市里面，我现在准备进去了，前方是自动门，我带大家到里面去逛一下。苏州市最大的超市欧尚超市，我要坐电梯上去。这里是欧尚超市入口，要上二楼。这就是超市了，快到了。这里是欧尚超市的购物车，我现在准备推个购物车到超市里边去逛一下。还得刷卡，还推不了啊，没硬币推不了。那我就不推车了，就直接进去行了。我就不推车了，拿个梯来行了。这就是欧尚超市里面，没想到这么多人啊，都是来超市买东西的。我现在继续往里走，到里面去逛一下。这里有凉皮，买份凉皮吃，7.95块。这边还有卖包子的，买两个包子吃行了。啊，对，一个包子2.9块。打特价的2.7块，我再买一包这个拿回去吃，5.99块，这一小包，就这个东西，有没有认识的？这是什么吃的？有没有认识的？可以评论一下。还有这边，我看着不是花生豆啊，不像花生啊。超市里边还卖炒饭，我再买点炒饭拿回去，晚上吃。这边是卖猪肉的，63.5块一斤，51.8块一斤，这么贵啊。这边是卖蔬菜的，空心菜5.2块一斤，油麦菜3.6块一斤，这种芹菜3.7块一斤，这豆角7.55块一斤，就这种豆角7.55块。这个超市卖的芸豆8.5块一斤，花菜2.99块一斤，这里卖的西红柿4.58块一斤。看这边的蔬菜有没有认识的，我还是第一次见的，我一次也没吃过。还有这边的，这个叫夜开花。这边是卖莲藕的，4.58块一斤，看一看。这里卖的山芋2.8块一斤，这边的山芋7.75块一斤，给大家看一看，这个是2.8块一斤的，这个是7.75块一斤的。这边是卖鱼的，这种鱼你们那叫什么鱼啊？16.8块一斤。这是什么鱼？有没有见过的？这边是卖虾的，32.8块一斤。这边是卖海鲜的，看一看有没有吃过的。这是什么东西？有没有认识的？238一只。这边是卖苹果的，陕西红富士6.98块一斤。这边的苹果11.99块一斤。
这超市卖的火龙果5.98一斤，这个超市卖的榴莲38.8一斤，这边是卖饮料的，我带大家到这边再逛一下。这种大瓶的雪碧7.4一瓶，这小瓶的美年达3块钱一瓶。这边卖的洞庭山的矿泉水12.9一包，一共12瓶。这边是卖饼干零食的，我带大家进去看一看。这个饼干3.9一包，我现在拿一包拿回去吃。这种巧克力饼干11.5一盒，这一小包饼干9.9一包，就这么一小包9.9。这边卖的沙琪玛11.8一包，这边卖的好吃点7.5一包，这种上好家虾片4.9一包，买一包拿回去吃去。这种酥片8.7一包，看一看。这前面是卖的玻璃海苔29.9一包，看一看，这一小包29.9。这边是卖卫生纸的抽纸，我带大家逛一逛。这种纸3包9.9，这种卫生纸10卷19.9，这种纸是6.9一包，这个纸12卷28.9。没想到这个超市里面这么大，我进来都转晕了，感觉这个超市太大了。我在这里给大家转一下，看看超市里面。我这前面直走就到收银台了，我准备结账要回去了。这面就是收银台，要排队结账。我现在要结账回去了。这就是我在超市里买的东西，就买了这些东西。我已经结完账了，这些东西花了39.16，这是小票，看一看，39.16。前面就是超市出口，我现在准备要回去了。我前面就是超市出口了，我现在准备要出去了。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吧，结束了，拜拜。